2023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火热开战，市长陈其迈特别到场，与民众一起感受霹雳舞的酷炫魅力，与选手们热情互动，并颁发15岁以下组冠亚军奖项，当中冠军更是台湾的选手娜娜。跟我们一起倒数 3, 2, 1，市长请举手。冠军娜娜5岁开始接触舞蹈，曾在国外街舞赛夺下大地板冠军，这次再夺国际赛冠军。运动发展局表示，这是高雄首次举办霹雳舞国际赛事，也是今年杭州亚运以及2024巴黎奥运前夕能邀集全世界霹雳舞好手齐聚到高雄同场竞技的绝佳机会。这次赛事有近400名国内外顶尖霹雳舞者齐聚高雄尬舞，不仅让世界看见高雄，也让高雄走向全世界。